标语。来吧，兄弟们，保护靠定，标语靠命，今日环岛。今天票价是980，加一个站位卡是11080，还是辽宁北镇环岛叫啥？100条标语，七尾号七是翻倍，就是你的鱼货翻倍，钓一个就你的收鱼价钱变成6块，钓两个收鱼变成9块，以此类推，尾号为七啊，尾号为9就直接上岸，最大号5000，最小号3000。看来人不少啊，今天还是老规矩不？老规矩，然后号今天我不抽了，媳妇交给你了啊。好吧。老规矩，钓几个标，兄弟们啊，有点数，有点数啊，开饵，饵料不能少啊。官方数据，鲨鱼30000斤，我估计它有个12000，在这儿钓不着标鱼，很难上岸。普通标鱼是100块钱一个，我们记录目前是4个。3包饵料，6斤料，六斤料就是6杆，每样集和减，每样6杆。减也是6杆。加水。没有硬疙瘩。对，不起球。取出一部分开软帘啊！我的命运交给你了，李金哲。皇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用安哥10场不上岸，换我今天抽进前20名就行啊！小李，就靠你了，小李。多少号？多少号？14号。44也不行啊，下回换你吗？你不行，44号没有什么选择权利了啊，我们就选一个每天搜鱼最快的地方，126。今天我们用一个我们 L02 的4号啊，调了一个七目八目，钓34目，3米9起啊，今天尝试一个3米9，15.5下去，3.0拉1.5，钓鱼靠命啊。Later， 开杆儿，开始了。先找个底啊，然后前20分钟、30分钟就是一个铅皮炮捉握。不要着急去钓，因为这塘子比较大。4101号到4200号，最大号4200号，记住啊。多多的做啊，前期就是弱握，不要急于去钓。好了吧？今天起竿用个3米9的啊，因为这地方离泵比较近，怕4米5耽误事，怕4米2耽误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哎呀，还是得4米5啊。不好使呢。啥不好使啊？摁一下没反应啊。摁哪个了？摁下面这个吗？摁这个。啊，对呀。摁错了。现在摁也赶趟吧。机器不会用啊，你没给摁到别的地方吧？摁，没有。这现在是路吧？没摁成别的地方是吧？现在也就是期盼我们4米5能不能慢蹦一天，连我都不要求啊。慢蹦一天就行，有鱼就行呗。慢蹦一天就100多斤儿，钓个小翻倍就上岸。哼。你不说你钓的都是老鱼了吗？现在目前来看，4米5扔进去确实是老鱼，钓这2条应该都是老鱼。但是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，新鱼一会儿就进去。来吧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
着了。上条鱼真难呐、啊。难。这是新鱼。这个个体是新鱼。真大呀，最近这鱼的个体是真大呀。3斤都得有。期盼着一条标上岸吧。看你俩鱼这今天大啊。我的妈，你看看这鱼都多大。行啊，你取我几个点儿它也行啊，是吧？这期是不是就水一下呗。祝欣欣学子高考成绩优异啊，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，不能像我似的当个臭钓鱼的啊，不能跟我学啊，当个臭钓鱼的。哎呀，大风来的，风了，不进去，走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这口比较小。比较吓人了，这口妈吃的是面食，现在是 6.5H15拉08。个体大啊，鱼啊，这是新鱼吗？这是新鱼，虽然它身上有一块伤，但它也是新鱼。已够一个小美人豆，一个小丝伞，伞炮不能太大，这人慢慢的啊、哦，别跑了。哎呀，可不容易。你拿着不？我那什么，你爸自己溜啊、哦。我自己溜吧，慢慢溜吧。还跑了呢。跑了也比你超强啊。那我超啊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慢慢来，莫要急。别呀、啊，我给你整上来得了。娘，娘万一给我超跑了咋整是不？我媳妇儿那没有事儿。那我媳妇儿给我超跑，我高低踢他。我钩里踢好了啊，我钩里踢他。这就是真爱出标。哎，来了，二宝喊，李新哲喊，喊吧。二尊。好了，关了吧。放了个地上就行了。131，这边都是1到50号。真整一个，你看看，标鱼小王子，岂是浪得虚名？是不？喊呢？来了，别整了，毙了，毙了。他没听着，不得喊呐？喊呢？他没听着。没听着吗？你放啊！啊、哦，你这太显眼了。显眼儿怕啥的？这不得让他听着，没听着那算什么玩意儿？那你放吗？没听着。标鱼，标鱼。完了。标鱼，标鱼。耳朵震死了。那你钓吧，万一我们还有标呢。真整一个啊、哦，不容易啊、哦，真整一个。来，鱼扔边儿。鱼给它倒一边。是不是来我从来没空过是吧？到这儿、啊、从来没有空过标，空手过标啊，是吧？这100票不顶啥用啊？不顶大用是吧？不顶大用啊，不也得少赔100块钱呗，少钓多少条鱼呢？你想？哎呀，标鱼标鱼，100元到手。妈呀！整准了，你整准了。好了，别赖我啊！临了临了。整准了。慢点啊！能让我再抽。
对呀，马上到点儿了。快点去吧。赶趟。激动了呢。正常咋钓就咋钓，你别寻思别当它是标。那我不可能啊。你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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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不可能不当它是标啊。来吧来吧。喊压枪标，啊，快喊快喊快喊！标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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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管了吧！压时间点的标，马上要无效了，马上无效了是吧？哎呀，这张标真多呀！那一百元啊！一百元，听得老声了。没别人，没别人，还录过音乐还在里边。对，又得一百块。妈呀，没有几分钟了。还有几分钟？没有，马上马上午觉了，是吧？钓鱼小王子不愧是钓鱼小王子，太狠了，钓这么点破逼鱼就钓俩钓，凶，凶残，鱼给我找来。好嘞。是，还没多少啊，没多少，我这早前上午都没钓着鱼。我们最终卖鱼啊，327，就是330吧，啊，就330，110斤鱼才钓的。但是庆幸的是，我们钓了两个标，就是530，530，赔了500多一点点，赔了500多一点点，算上站位卡赔了500多一点点。报仇雪恨吗，雪儿？周日再来啊！明天带你去赶海，然后周六周日再来啊！来他那个最大号10000秒啊！行啊，钓这么点鱼，钓了两个标已经很不错了啊！兄弟们，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然后两个钓这么点鱼就让你们抽2回奖，美的你们比大鼻子冒泡了啊！抽奖！